拿在手里，可以感觉得到里面的小鸟在动，明天就出来了。昨天看小鸟已经在啄壳了，今天早上刚天亮，来看一下出壳了没有？按理说不出意外，肯定出壳了。小吴在里面呢，他在孵着。出小鸟没有？小吴，他挡着看不到。刚才好像听到小鸟的叫声了，哎，看到了，出壳了，看到个鸟头了。出壳一只了，小鸟刚出壳，它在孵着给小鸟保暖。小乌的母性还是很好的，怕小鸟着凉，给它孵着保暖，很会照顾小鸟。小乌，小乌飞出去找吃的了，看一下小鸟，新鲜出壳的小八哥，好肥呀，好嫩啊，开饭了。小家伙都不会张嘴，关上给他。小吴跑到外面去捉虫子回来喂小鸟了，看到他了，在外面的地里。他很认真的在找虫子，看他会找什么虫子回去喂小鸟。来，小白过来，帮我看好八哥啊，看好小吴啊，谁敢欺负他们，你就上去揍他们，听到没有啊？那天他还被咬的时候，我看了监控，小白他是跑过去帮忙的，看他追那只狗子了。小白还是很懂事的，可惜他没有追回来，追了一半他就放弃了。他捉一些小蜘蛛回去喂小鸟。鸟妈妈给鸟宝宝喂的食物每个阶段都不一样，像这种刚出壳的鸟宝宝，它的消化能力很差，鸟妈妈就会捉一些很软很小很容易消化的小虫子回来喂，等小鸟再大一点，它就会捉一些小蝗虫回来喂。小乌很会照顾鸟宝宝，它今年有经验多了，去年第一次没什么经验，看他带鸟宝宝有点提心吊胆的，他今年就很熟练了，很有经验了。那天捡的零食还有，要不要？那给你。怎么了？被咬了？那还有一个。天黑了，来看一下小吴在不在鸟窝里面，有没有出小鸟。今天看有两颗啄壳的，在里面孵着呢。晚上它就在鸟窝里面孵着小鸟。小吴，有没有小鸟出来？让开看一下。它的前面那里有蛋壳，应该有小鸟出来了，但是它孵着看不到。起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有小鸟出来了。来，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有小鸟出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一点点。你起身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起身没？来，先站一边，我看一下哈。先站一边，我看一下。他都不啄我，这样子他都不啄我。小吴太信任我了，对我完全没有防备，这样子弄他都没事。没有人养的八哥有这么亲人吧？小吴是我见过最亲人的八哥了。你先在那里站着，我看一下小鸟。哎，又跑回来，两只小鸟了。明天应该还会出一只。他一直把小鸟翻开来看，看看小鸟有没有拉便便。好了，不打扰他了。
祝大家好梦，明天见了。